吃饭了，朋友们，先吃一条这个红烧鱼，然后炒的这个蔬菜，胡萝卜、西兰花、淮山。主要中午没什么食欲，随便吃一点。虎皮辣椒，虽然这些吃起来感觉没有肉那么过瘾，但是还是要多吃点，因为我蔬菜真的吃的太少了。拜拜。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吃这个酸辣鸡杂，好几天没见大家了。
真的出去玩这几天没有拍视频，还是很想念大家的。海带苗，吃了一圈，还是发现自己做的饭最好吃。太香了。光盘行动，拜拜，感谢大家。